兄弟们，外边下雨喽，外边是中雨啊，给大家看看我的小房车现在在中雨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。看这门上这水珠，一下雨天也潮。这小房车在雨中漏倒不漏，就是太潮了，关键我还没上厕所呢，它也不晴啊，这个雨啊。我这瓶水没盖吗？盖了，赶紧关门关门，扫雨啊。哎呀，全浇湿了，拍这一个镜头背也浇湿了，腿也浇湿了，门也浇湿了，这个镜头太湿了这镜头太湿了，下雨了没啥事，就是躺着吧，等雨晴了上个厕所去。下雨天在房车里能干啥呀？整把 Timmy 不玩，没意思，继续睡大觉。有小房车就是好啊，冷到不冷，今天就是太潮了，本身冷热交替就潮，再加上今天下雨特别潮，等晴天，明天晴天咱们就赶路了，找到好地方晾晾被吧。